从此就我们就得把它一举稍微所以在外面打第一个球就然后第二次就是极限嘛，那外宾不容易已经拿到两分球，然后设定为下半局如果在我们有得分的话，就等于会赢球，没有不用再输球。所以那个调度上面是，以结果论看起来我是有瑕疵的。好，所以这方面，其实这场球赛球员全部都已经尽力了，也都表现很好。那就是这场球赛，但应该是在我们的调度上面。那时候没有想换的。有，其实有小孩已经有准备好了，但是。整年 Kevin 是表现的都尤其在下半季，其实他表现都不差，而且那个危机也化解得很好，所以只是说良好球以后取得良好球以后，那个是有点可惜。当然最后一局很紧绷啊，也很危险，但是也关系着个人奖，因为我的个人奖。那时候你当下怎么看这个状况？也来到这一个时间点了，那我救援投手已经上场，我必须要相信我的救援投手去完成这场球赛。那很高兴今天我们全员备战了这场球赛，抢下我们久违的下半季冠军。